这能够安东军纵走的六人登山队，现在传出了一死一失踪。25号上午的时候，空勤直升机终于在大陆池附近寻找到美籍叶姓女教授的遗体，确认已经不幸罹难。而从20号据报之后，仅消花了将近有5天的时间，终于搜寻到这位叶姓的女山友。目前也已经完成了吊挂作业，将两个人的遗体带下山。 我是哈远怡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远怡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